烧瓷器的窑。打破了蛾子。哦，哇，蝙蝠，哇，蝙蝠，它打了我一下。哦，哇，虫啊。啊，被虫扇了耳光啊。不是蝙蝠。哎，真的啊。啪一下。我看见了，蝙蝠给了他一巴掌，江西蝙蝠的那个回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哦，哇，给了他一巴掌，哦，回来了，好久不见，江西蝙蝠，哦，你看到我们江西这野生动物。我们这的环境多好，晚上陈赫会被叼走吧？起来起来，放放起来。对，因为哎，这不错啊。你们小心啊，我们这江西打招呼都是直接蝙蝠过来，啪一巴掌。嗯，你飞来了，飞来喽。